这是我看过最虐心的剧情。一花为了让男主喜欢上自己，他竟直接黑化假扮成三九对男主说道：“風太郎，教えてあげるね。いつか風太郎のこと好きだよ。すごくお似合いだと思う。私応援するね。嘘だろ？嘘じゃないよ。” 从下周开始，五姐妹终于要升入高三了。但由于生活费不足，一花要求几人从下周起分摊房租。而付不起钱的人，就要强制搬回之前住的公寓。于是为了继续维持现在的生活，其他人都纷纷找起了工作。首先是运动好的四叶当上了保洁，一直想当老师的五月似乎还没做出决定。而三九和二奶同时应聘了男主所在的蛋糕店。不过店长只需要一人，最终厨艺更好的二奶留了下来。输掉的三九只好去了对面的面包店。于是几天之后，店长高兴极了，因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不知为何生意变得 越来越差，好巧不巧的是，到了高三，五姐妹和男主都分到了同一个班级。就在老师强调班上纪律的时候，四叶突然举手起身，表示自己想当这个班的班长。看同学们也没反对，老师便同意了四叶的请求。接着，男生那边也要选出一位班长，同学们都以为会是坐在窗边的黄毛，毕竟他可是这次期末考试的年级第一。结果，四叶下一秒将男主选中。 就这样，男主莫名其妙的当上了班长。第二天早上，男主上学时半路碰到了一花，看着为自己准备的咖啡，男主吐槽明明是偶遇，却还给自己买了一份。这分明是故意在这等他的。于是他以咖啡很苦为由拒绝了一花的好意。上学的路上，男主好奇一花怎么带起了眼镜，原来是昨晚他演出的电影试演，电视上有许多关于他的报道，所以为了伪装他特地戴的。说着，一花还给男主展示包里其他四姐妹的各种发饰，这样他就能随时随地假扮成任何人。不过说到一半，他没继续说下去，毕竟他要是这么做，男主会 分不清的，也就在这时，男主看到了前方的四姐妹，她本想追上去和几人打招呼，结果下一秒却被一花抓住右手。ダメっしょ。いいじゃん、少しだけ。そんなわけいくか。 接着，两人来到教室。然而，一花演员的消息在班里都传开了，于是到了放学，一花被自己的小迷妹缠住。为了与男主待在一起，她只好假扮成三九躲了过去。可不等她变回去，走过来的男主将她错认成了三九。看着男主的背影，一花想到了其他四姐妹已经和男主走得越来越近，唯独自己却止步不前。一想到这里，她开始黑化。 いつか風太郎のこと好きだよ。すごくお似合いだと思う。私応援するね。嘘だろ。嘘じゃないよ。